Hello，大家好，又来到了抽卡包的时间啦。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断掉，所以我应该少登录一天。然后今天要来开抽的是这个终止记录集会军人包，还有这个先发特殊选手包，就是可以获得先发投手，然后他就是。可能是明星赛亚、冠赛亚、直中直记录经典，那就是获得投手，然后特殊选手的。那我们先来抽这个80以上的好了，中职机会军的包，来抽看看，看可以中哪一只。林成化，80，2800万，还可以吧。我现在没有时间打，晚一点，晚一点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先发特殊选手包，来开抽啊！希望可以抽到好一点的。感觉两张都不太行啊，好吧，那就王一正好了。哇，突然有种空虚感。这两张对我来说都没有用，所以就把它卖掉了。王一正，我先……哇，这市面上太多了，先留着吧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影片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。然后要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